薛之谦、林志玲相爱至于无限大节目组放话我们相爱吧。第三季嘉宾阵容确定为罗晋了和唐嫣，他微博后张进出竟然有林志玲和薛之谦，这样的新 CP 让人很期待。段子手谈恋爱不知道会不会俘获不少的迷妹。林志玲是娱乐圈中出了名的美貌与智慧并重，模特出道的志玲姐姐拥有一双大长腿，每次亮相都能吸引大家的目光，有时候女人的一双长腿可以为你加分不少。看看志玲姐姐的美腿养成方法，升级做女神瘦腿方法，能在网络上看到林志玲参加运动锻炼的照片，还有就是她自己分享出来的自拍照，穿上运动服装的林志玲看上去更加的活力年轻。而运动跑步是最有效的减肥方法，因为能直接锻炼全身，在跑步前少不了做热身准备，主要是为了活动筋骨，以免在锻炼中受伤。建议每次跑步的时间不少于40分钟，不然脂肪还是一样没有被分解。瘦腿方法真人秀节目的林志玲在睡前做了很多功夫，比如面部和身体的保养，涂涂抹抹是绝对不能少的，然后上床睡觉了还要做5分钟的瘦腿操，主要是伸展空中脚踏车，舒缓一整天下来的疲劳，还能塑造腿型，有助于纠正 O 型腿、畸形腿等等。接着就是按摩整条腿，用掌心和虎口的位置从脚踝开始按摩，重复4遍后就能安心睡觉了。因为这个动作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所以对改善睡眠